知识从未如此性感。它自带时代烙印，穿越千年历史长河，是唇齿之间存活的感情胎记。它夹杂地域标签，慰藉内心无限乡愁，是灵魂深处永恒的精神滋养。有人对它爱不释口，念念不忘，有人却对它嗤之以鼻，置若罔闻。它就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，方言。只是你还会说方言吗？方言文化源远流长，早在周秦时期，政府就开始搜集整理各地方言。到汉代，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词汇集《方言》。此后，方言逐渐走进大众视野。方言种类繁多，博大精深。目前大致分为北方话、粤语、吴语、闽语、赣语、湘语、客家语七类。与方言相对应的是雅言，也就是普通话。自1956年全国开始推广普通话以来，它早已融汇东西南北情，深入男女老少心。可在普通话日益繁荣的背后，却是方言的日渐式微。据调查，我国有120多种方言，可其中近一半的方言处于衰退状态，甚至有些已经濒危灭绝，传承之路举步维艰。这是时代之伤，也是人类之恶。方言在民间失传，却在文艺作品中找到了春天。从《疯狂的石头》《武林外传》到《老炮》，用方言进行影视传播早已司空见惯。此外，方言在大学宿舍里也满血复活，幽默风趣的东北话，火辣豪爽的四川话，韵味十足的广东话，带偏你没商量，就是这么魔性。但这些只是方言的片面繁荣，是带有猎奇意味的市井化调味品，并不能让方言摆脱没落的困境。面对渐行渐远的方言，我们是否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呢？答案是必须的。每一种方言都承载着一方乡愁，无论是涉世未深的学生郎，还是四处漂泊的打工仔，听到方言立刻勾起无限思乡情。一句弄啥嘞，河南老乡泪汪汪；一句嘎呢，东北哥们没缺谁；一句阿拉斯爱你，深城同胞哈自豪。方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，也是破译地域文化的独特密码。它让华夏文化百花齐放，多姿多彩。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，方言还是通俗文学的摇篮，建立在吴侬软语之上的昆曲，根植于四川话之中的川剧，发源于东北话的二人转，以及大量存在于全国各地的民歌、小调、民间故事等。倘若离开了方言这块土壤，就难以开出艺术之花。方言生于民间，它的拯救之路除了需要人为的保护外，更要回到民间去。为传承方言文化，广东启动方言调查与保护工程，上海沪剧院开办沪语训练营少儿班，北京达祥保卫北京话，将方言搬进课堂。各类方言等级考试的流行，也让方言热更上一层楼。我们不必担心方言喧宾夺主，它和普通话从来就不是有你没有我的斗争。普通话主外，方言主内，两者分工合作，和谐共生。这是语言发展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保护方言最差的时代。一种方言的消失，会让我们永久失去一种美丽的文化。使用方言胜于收藏，念念不忘才有回响。只有让缕缕乡音活在民间，才能让方言文化薪火相传。上回书说到，费烈教大开武道会，众好汉齐聚群英堂。此日艳阳高照，和风徐徐，晴川八百里。群英堂外擂台之上正战得激烈，那台中央赫然站着一位膀大腰圆的胡然大汉，左臂一条青龙是盘旋而上，熠熠生辉。只见他两手成拳，怒目圆瞪，气沉丹田，豁然一声巨吼：“老铁，这可了不得！竟是失传已久的长白山狮子吼！”那台下众人只觉得心口万针齐扎，双手不受控制，自动抱拳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声哨响划破长空，破了此阵。定睛一看，那人身着翠绿汗衫，臂悬艳红袖章，醉步上前，嘴中念念有词 ：“How are you? Fine, thank you.”牛，此人李姓，单名李个雷，李雷何许人也？那是300万朝阳民兵总教头。台下一人见到李雷，顿时怒向胆生，恶从心来，不按撒币。片刻竟走火入魔，须发齐掉，变身天津犯，这是何等状况？众人纷纷连滚带爬，退避三里，只有一人镇定自若，信步上前：“该去找茬了，天津犯的好不好吃啊？”手持两尺巨柱，肩背硕大石囊，打开一看，竟有两个活灵活现的福建人逃江出来。众人惊惧万分，呆若木鸡。只有一白面小哥仗义出声：“怎么可以是虎虎？人家真是气到爆炸！”只听“人”一声巨响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